又直播了，哎，晚安，大家晚安。選抜入っておめで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恭喜你，谢谢大家。看来我的梦真的成真了 ，this， 哎，真的耶，开心吗？但是你上次不是说可能是最后一次握手？哎，对啊，那可能是最后一次啊，那是最后一次。選抜のお祝いとして俺と付き合いませんか？嫌です、嫌だ。大家可以送我大家可以送我那个我的心愿单吗？心愿单香槟13个香槟，然后一个带你去流浪，然后爱的熊包四个。如果我收到这些礼物的话，我可以拿到，我可以拿到很可爱的，很可爱的，很可爱的那个特效，大家可不可以送我？谢谢勇哥的告白气球，耶！我想要13个香槟，有人帮我开吗？嗯，谢谢吉米粥。ありがとう。13个很多，很多吗？因为那个，可是之前你们送的都是我都是你们送的是我四月拿到总共70多饼的香槟，哎，你们很厉害，真的很厉害。70多，有开活动吗？有啊，有，这个心愿单，什么主播心愿单，就是我想要一个很可爱的特效，它是就是香槟13个，然后带你去流浪一个，然后爱的熊猫4个，如果拿到这个的话，我就可以拿到一个很可爱的特效。昨天猪猪趴看到银卷没看到你，感觉很奇怪。谢谢阿比的香槟，谢谢啊，好多，谢谢阿比。是开六人吗？啊，好好快哦，谢谢你。谢谢阿比，耶，谢谢你，嬉しい。为什么你们知道为什么我昨天没有去楚竹的生日趴吗？因为呢，哎，哈士さん，哈士さんのシャンパン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でも、あのみんな無理して送んなくても大丈夫だから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嬉しい。其实还有90、11。9、10、11、12、13，还有五兵就一个大针，对，谢谢你们。因为我感冒，你们有感觉到吗？我喉咙有点痛，然后我一直咳嗽，然后主就是很就是他说啊，就是主主就是不喜欢，但就不喜欢有病毒的人，所以他没有叫我去。但其实我完全没有走心了，只是呢，就是对，是我真的感冒，对，然后就是祖祖说，啊，就是祖祖没有教我，然后我其实没有走心，因为我知道祖祖不喜欢感冒的人，所以我完全没有走心。但是他觉得我走心了，然后他昨天晚上有打给我，但我没有接。咳嗽的话呢，防疫宝宝祖祖会担心，对。所以我没有去。
シェシェ、ありがとう、選抜のお祝いだっ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你不是跟阿里一起吗？今天不是跟阿里一起啊？对啊，阿里也是其实感冒啊，但是阿里比较没有严重，因为我是气管不好，然后我就是一直咳，阿里比较没有。谢谢你们连两次耶，谢谢你们的每日要包装身体啊，谢谢。楚楚的抵抗力很差，我也是。もうこれは選抜常連ですな。いやそんなことないと思います、そんなことはないんですよ、まぐれだと思いますこれも2回まではね実際ねまぐれなんですよ、まぐれなんです。这礼拜公演楚楚可能会担心吧，对，我也很担心，我希望就是公演之前我会好。你没接他电话，那换楚楚走心了，应该没有。阿丽有感冒吗？阿丽也有感冒，对，因为我传给他，但他好像有好一点，好一点。你身体要赶快好，不然公演快到了危险。对，我会加油。我现在很乖的吃药。对，下个目标就是 C 位了吧 ？C 位吗？我可以拿一首歌的 C 位，什么 Teacher Teacher 之类的吗？祝周五要公演了，每日要好好休息啊，谢谢。而且这个礼拜就是要跳三次耶，因为一次是彩排，然后第二次是要礼拜五公演，然后第三次是礼拜天的公演，好累哦，但很开心。期待美玲的期待的造型，你想看我哪一种造型呢？每日不要唱熬夜啊，我最近没有，我跟你们说我最近真的完全没有熬夜，而且如果熬夜我还是会十一点会起来，就是我最近想要就是十二点前一定要起来，然后我身体差不多十点或十一点就会起来。最近啊，我最近已经已经调整我的身体，就是十一点早上十一点一定会起来。谢谢张敏的文手力，最近差不多一两点就会睡觉，虽然昨天因为我今天就是难得没事情，就是最近每天都有事，然后今天都没事，所以呢就是想说可以睡饱一点，然后我昨天晚上昨天差不多四点睡，但是呢我还是早上十一点就起来了。美玲晚安，恭喜你又上选吧，谢谢 Dedo， 很开心吗？又可以看到就是在 MV 里的我T 加 T 加好像挺适合的是吗？可以吧，我可以吧，我还年轻啊。T 加 T 加，最近一直被这首洗脑。無敵の笑顔を出すメディア、知りたいその秘密ミステリアス。抜けてるとこさえ彼女のエリア。完璧で嘘つき。歌詞が切ない名曲、表現が難しそうだけどな。11月のアンクレットですか？仕事で挨拶しかできないからごめん。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だよ。お仕事頑張ってね。谢谢耳机包包，耳机酱买我的生日 T， 谢谢，很开心。所有活动我也尽量到，好。
没赛说我五个推上选拔就要送你火箭，哎，是不是都有？你可以送我吗？你可以送我吗？不可以，这个你真的要送我火箭呢？因为是谁啊？小迪、雨晴、我、高云爵都在哦，啊，还有面面也在哦，然后林姐、阿丽都在哦。你是不是很欣赏的？欣赏的，成员都在，是不是勇哥要送我火箭了？我在等，会不会有火箭？好好笑，大家都在。你好啊，桜井さん、ヤッホー。珍しい、すっぴん珍しいでしょ。最近お肌をね、休憩させてるんです。あー、不可能吗？我很期待耶，怎么办？你不是说可以吗？你是全部的，你的推全部都上了呢。推しの子踊った？え、踊ってないです。でも推しの子今見てます。見てる、最近見始めました。美林 TV 官方网站好像有，等一下，我无法预告升写真，真假的？为什么是我的吗？不行吗？真的，我问问看公司的人好不好？为什么？真的？是只有我吗？还是别人的也是？如果只有我的话，我很难过。啊！哇，所欲張りなアイドバリのアイドルです。你想想哦，我送你就等于我全部五位要送，就等于没钱买握手券。没有，你不用送其他的，你就是只要送我就好啊。因为你是不是只有跟我说，对吧？你没有跟其他人说吧？你没有跟其他四位讲，就是如果你推的四位有上选吗的话要送火箭，你没有讲吧？就是我不会跟其他人讲的，我不会秘密。哈哈。Nobody 呢？只有你，不是只有你哦，真的。那我问问看，今天五月斜肩肌运动的正常可以预购，那可能是你的网站是不是有问题？嘘でもそれは完成の愛。送火箭也不是，哎，可是你很厉害，你都记得，哎，你怎么会记得？小火箭也可以啊，还是你送我香槟就好，就是香槟，送我香槟六连香槟就可以了。我之前的我是真的住过，然后所以我不敢看我心的狗，为什么？是那个吗？那那个是谁？千里之看到那江之类的，不是吗？他也是这样子，不是吗？我明天生日，可以说日本是生日吗？好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dear， 怎么念呢、啊？怎么念？张什么什么张？好，怎么念？
叫我怎么什么名字？最近不是日文版的生日歌吗？这是日文版的生日歌啊！对呀、啊，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おめでとう。君姐，这是我家嫂子。哎，我知道。Happy birthday to you, hi.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dear 君姐。Happy birthday to you. おめでとう。这是日文式的，日本式的 Happy birthday。おめでとう。小三，我发誓，雅诗远小三粉丝，你是诗雅诗远的粉丝的意思吗？哎，我听过，哎，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哎，我不能讲太大声，因为我真的喉咙痛，不然我明天就没有声音了。我会小声一点，好。ミレイはアイドル、推しの子、僕らとは違う見方なんだろうな。確かに。やっぱさ、推しの子って2つの見方ができますもんね。ファンからの角度とアイドルからの角度、やっぱ違った見方がありますね。你要多喝水。好。俺は刺さないよーって。何刺さないよーって。那请问大家提大家有买我的生日 T 吗？有吗？有吗？有点小可惜，但是二周年唱过的歌，而且诗雅演唱会的时候也唱过的歌，对。但是呢，可能 MV 很好看，所以大家多多听一下好不好？你普通话好流，有吗？有吗？谢谢你，耶、yeah! ！谢谢。おめでとう選抜、ありがとうみんな，谢谢你们。唱过但是有没力，我会期待的。哦，谢谢。ミレイ、おめでとう、ありがとう。昨天买了期待美玲的小卡哦，真的吗？我会好好写，我会好。谢谢西兰有买我的生日 T， 好开心。買いましたよ。ありがとうみんな。みんなありがとうね。谢谢你们。握手会の頃からミレイちゃんの言葉に変化があったのはもう選抜を聞いてたからなのね。え？握手会の時は。多分聞いてないです。え、握手会の時まだだと思う。え、多分違うと思う。私いつ知ったんだろう、選抜に入ったこと。多分握手会の時じゃないと思うんだよな。どうなんだろう、わかんない。いつ知ってたっけ。好想知道。
いつだろう、わかんない、覚えてないわ覚えてないいつだっけ、いつだろう、覚えてない。我刚刚的留言应该看到吧？哎，我看到，我看到吗？香槟没办法的是个，但带你去流量就没问题。刚刚送了的，哎，真的吗？真的吗？哎，真的吗？有送吗？对不起，没有看到，我看一下。哎，真的耶，谢谢谢谢勇哥，谢谢你，对不起，我刚刚没有看到你送我带你去流浪，ありがとう，感谢です，谢谢です，谢谢，好开心。ミレちゃん、選抜おめでとう，頑張ってね，ありがとう，ハルさん。对不起，很多。就是红包的留很红包的留言，所以就是我没有看到很多留言，是不是我一直播这首歌？要听其他的歌？我想听，我想听小三版的《可愛くてごめん》。可愛くてごめん、私歌えないですよ。可愛くてごめん。私は私のこと愛してすまん。那篮球生学生也可以画多一点吗？好，我会加油。因为我没有想法，怎么办？知ったでしょうか、痛いだとか変わってるとか届きませんね、そのリプライ。大好きなお洋服、大好きなお化粧で、お決まりのハーフツイン巻いてお出かけしよう。日傘持って帽子だって幸せだもんチュー。この上げ、はっぺる没有声音。美希望这次可以出游漂地区有美丽。漂地区是什么？選抜入った、選抜に入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めでとう。本命超え、イエイエイエイ、よかったね、頑張ってね、楽しみにしてますよって、ありがとう。ハバチナ真的要十一月、应该不可能吧，希望不要这样子，应该吧。これは絶対嘘じゃないよ、愛して、ありがとう。谢谢ハルさんの文章力、気にしないでって、ありがとうね、ヨンくん、谢谢你。很喜欢这首、ただ生田さんの歌声が好きだっけ、いいよね。見ていたけどちょっと用事で今日は退出します。また話聞かせてね、ありがとう。気をつけてね、いってらっしゃい。何してんねん。8月吧，然后11月握手，12月5周年。但我觉得握手会不是10月就是11月，我不知道啦，我也不知道公司的事情，我握完契丹就可以应对了吧。这个我也不知道，看你看你，我也不知道。
ちゃん希望我参加契丹的活动，無理でしょ。为什么你不能来台湾吗？ミレイがいないの TP を見てても俺もたそそつかな。本当かな？是吗？是吗？是吗？真的吗？那如果其他有推的怎么办？如果其他你喜欢的也在的话怎么办？你也要应对了吗？大家都要应对了。え、今年も一回握手会あるの？わかんない。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し、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ね。わかんないです。どうだろう、どうだろう。大家等我一下。ちょ、同じ曲ばっか流れるのめっちゃなんだけど。等我一下。全部活動ですよ。全部活動かな、反乱吧。あとはモモだけじゃん。でもモモは絶対ミネより早い卒業。そうかな、おやさんも、おやさんもな。じゃあかな、似合う、イントエル。梅林跟马友都毕业的话，我也会暂时休息，等我们选上无期再回来。那如果我毕业，然后马友在的话，你还是会继续吗？所以啊，五月の写真バスケで未来にぴったりな企画ね。ですよね。私もそれ思いました。確かにね。ももは今も卒業次第じゃん。そうなの？そうなの？我不太会跟ももも聊天，我不知道。没有声音怎么办？梅林刚刚的围墙问题，我有另一个备用账号就没问题了啊！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よかったです。太好です。最後の推し，大家没有要推二期、三期吗？还有四期吗？以为这次我们会到很后面，结果第二轮就失败了。可是还好有，可是有去第一轮很厉害啊，有到第二轮，就是可能之后真的有机会，很厉害。五起的时候加油，没有声音多喝热水，就是我气管真的不好，就是会这边很，这边会痛。没有推二级、三级，真的吗？没有吗？没有是。阿里呢？阿里呢？我可以原谅你有你推阿里，按摩一下。でも写真ビデオは適当に好きとか書くからな。そう書いてるっけ？あれ書いてるかな？そんなこと書いてるか？書いてないでしょ？好きとか絶対書いてない。あ、そうだ。昨日エスポーツの。e スポーツ名前写真はミレイの大頭。 e スポーツって何？ e スポーツ是什么东西？何それ？ e スポーツって何？わかんないんだけど。好好看。是哪一首？不是哪一首？是哪一张？
再跟他说，好啊，加油加油，真的加油。那就是我会建议，就是如果我不知道 Ted 的妹妹是怎么样的人，但是呢，可以学，就是下次就是报名舞起之前，我觉得可以学舞蹈，对，因为最近我们的团体比较会重视看，就是会不会跳舞，对，所以呢。如果没有什么才艺的话，就是至少会跳舞，没有到很厉害，但是就是至少可以老师教的动作什么都就是会很快就会学到的那种，就是可以学跳舞，然后去报名，可能比较有机会。对，这是我的建议。而且要说尊敬美玲前辈，这个可以吗？公司觉得，美玲，那可能这个人就是一定很怪人之类的。问一下美玲，喜欢三级生吗？其实我跟三级生真的不太熟，怎么办？就是没有喜不喜欢的问题，就是喜不喜欢之前，我不太会跟他们见面，也不太会跟他们聊天。对，所以没有喜欢也没有不喜欢，就是不知道。对，为什么突然问这种问题？我是很就是我会直接告诉大家，就是有一些人说跟谁谁好吗，我想说就是有一些人真的不会聊天呢、啊、因为我是会跟朋友聊，我会跟一直就真的很不熟，对，就是不熟，对，可能因为我团里面最熟的就是阿丽跟张雨林、猪猪、晨晨、银爵、麻油这些，对，其他人不太会聊天，对，讨厌谁？快说出来，我讨厌谁？我想一下，我其实真的没有讨厌的成员，对，可能是不熟，或是。不太会见面，没有讨厌的人，因为我的讨厌的那个标准嘛，是几乎都是对方讨厌我的话，我会讨厌的那种。对，我不太会自己去讨厌别人。如果就是有人。就是表现出来我很讨厌的话，我也会讨厌他。对，但如果对方没有，我就不会讨厌我吗？奥格桑讨厌我的话，我也会讨厌你，懂吗？不会跟 staff 聊天吗？我不太会。其实有一些成员很喜欢跟工作人员聊天，但我不会。我真的不会，怎么办？丑的就可能是可爱的马友航同学，米亚比酱没有到很熟啊，没有米亚比酱、啊。你讨厌我，我才讨厌你呢。我什么时候说你我讨厌你？可是我超喜欢你，你应该也很喜欢我吧？这个我不知道，可能就是没有。我现在努力一点，十二年后女儿就是九几生了。就是很久耶，十二年后还是有 TP 吗？这个有吗？我不知道。美玲真是天使是吗？有吗？我是天使吗？我是公主 Princess， 我是 Princess， 这是没关系，至少还是好成员。对，我也很多公司的人没讲过话，对吧？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团里面可能会谁跟谁不好之类的，有可能有，但我是没有啦。因为我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我不喜欢吵架，我是很喜欢跟喜欢的人吵架，对，我不喜欢跟不喜欢的人吵架，就是我没有兴趣啊，就是我只有
对很喜欢的人有兴趣，其他人都没有兴趣，所以不会去管别人。哎，谢谢生气糖的小海椒，这是什么东西？我想要收到香槟，你可以送我吗？小号交稿，还有五个吗？五个香槟就打折，但是爱的熊包感觉没有人送我，因为它很贵，它一个是5200，然后要收到四个才会有，好难哦。谢谢送我香槟，ありがとう，谢谢。谢谢生气糖。对了，我都忘了说的，还有最重要的阿姐，就是呢，林姐是未来想要守的成员，还没守，还没，我想要守，但还没。阿姐是跟我守，谢谢。有吗？有吗？真的吗？有吗？有吗？你赶快去找他吵架就变熟了。我不想，阿姐感觉林姐不太会吵架的感觉，她真的很温柔的一个女生，她一定不会跟我吵架。勇哥いつもは林姐ちゃんが大好きですって言ってくれた。啊，真的吗？要跟阿姐说，就很多厘米，就多跟厘米出门。我不想跟厘米出门，我不想要其他人，就是我想要找林姐的时候是想要单独约，对，我想要跟单独的林姐就是一起。像我就讨厌很多人，就喜欢美玲啊，好怪哦，为什么你有讨厌那么多人？来週ライブ見に行くんだよ台湾で。え、本当ですか？何のライブ見に来るの？え、じゃなんか公演来て欲しかったな。でも公演今週なんですよ。いいね、アジェ温柔。アジェ很温柔，他很温柔耶，他很温柔。独占やばい。え、そう、私ね独占欲強いんですよ、めっちゃ。什么独占吗？独占欲めっちゃ強いんです。独り占めしたいタイプなの。我不想看到林姐跟其他人守的样子，我就会很吃醋。所以我是想要一个人。对，就是我也很喜欢跟阿丽两个人出去，也很喜欢跟就是谁，张雨林单独出去。对，因为我想要独占したいの。你不要再用那个魔莲了，再弄下去脸太小要消失了，很舒服啊，他很舒服哎，我要瘦一下脸了，要瘦脸。我最近在想要不要剪刘海，对，但很多人说不要剪，但有一点想剪，怎么办？不过有某个成员真的喜欢不起来，因为觉得太常看到。谁？好想知道是谁。太常看到是林一吗？林一就是去哪里都看到他了。今週大阪に帰るから残念。あー残念です。大阪の人なの桜井さんって。メンヘラだよ。那你要独占我吗？不要。嫉妒心很强是吗？是嫉妒心是吗？对，我很容易会吃醋的人。僕も大阪に住んでる。あ、そうなの？大阪に住んでるんですか？なんか两个人出去に。不要。独占欲強い宣言するアイドルも珍しいけど。え、そうなんですよ。だからね、ファンの人もね、できたら他のところに行ってほしく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どうしよう。今更そんなこと言うのどう思いますか？でも私本当独占欲強いんですよね。
か自分のことをめちゃめちゃ好きって言ってた人が他のところでなんかじゃあギフトとか投げてたりするとはなんでそっちに投げるのって思っちゃうもん。独占欲強いんですよ。每年喜欢一堆交流，对，不喜欢很多人。虽然有时候很想要跟很多人一起嗨，对，但通常喜欢一堆一。你目前在讲要不要剪刘海？真假的？怎么会跟我跟他一样？有别的男生跟别人讲话，我都会就是要发抖，你会发抖，好好笑。那我所会怎么办？你前面的就是一定是男生啊。给学生看的上课影片里面竟然有他，看他就想到上班。哈，谁啊？给学生看的上课影片里面，哈，谁？誰？俺メヘラが好きなんですよって。そうなの？じゃあ私じゃないね。我爸被其他粉丝骂，只能说个某个组长。某个组长？不知道，那你小盒子给我，我很想知道，好好笑。メヘラの女のヤンデル姿を見るのは好き。え、変態じゃん。変態？你是変態是吗？还好我 TB 辞退两个，但我还有地下偶像跟女仆，很多欸，太多了吧。那我想请问大家，我今年的生日会有捷运的那个照片吗？有灯箱吗？灯箱是吗？还是什么那个？有吗？有吗？因为去年没有，如果今年没有也没关系。但是呢，如果有的话，我想要在信义区或是中山区，信义或中山区会有吗？会有吗？还是没有？没有灯箱？为什么？我想要。就是我想要灯箱。最后的生日吗？ないかな？めっちゃ高いんだね。有吗？我也蛮好奇的。你就是这样太严格了才没有啊？为什么？因为我想说新一或中山是最多人看。你猜猜看啊？我希望有。对，我不会期待，但是我希望，这是我的一个愿望，就是有在台湾会有灯箱，就是很多人会看的地方，然后用很漂亮的照片。因为我真的不喜欢，就是因为粉丝很多人都会用就是公司发的照片，但我不喜欢公司拍的照片，因为被羞。倒不是我的脸，我想要可爱的可爱的。愿望は実現しないかな？実現したい。お願い。実現させて。お願いします。吹公车比较好玩，灯箱比较贵。公车也其实可以啊，公车也可以啊。公车，可是我不知道会不会看得到，会遇到吗？公车基本上都是公司拍的，公司照真的很不好看，我也觉得不好看，哈哈哈，哈哈。只能是公司亲格过的照片，可以用我 IG 上的照片吧？可以吧？我可以，可以用我 IG 上的照片吧？没办法，公司有规定，只能用他们给的照片。是啊，那可以用。是哦，不能用就是我自己拍的吗？那公司拍的呢？公司拍的照片的话，可以用这个，可以用这个，可以用这个啊，这个也是公司拍的。这张好好看，我觉得好，应该吧。真的很好看多了。是哦，公司拍的照片有什么其他的好看的？我看一下。
ね知ってるかな、こんなに愛してること啊，为什么这么不好看？真的被羞到不好看。找不到好看的照片，可是今年没有广告耶。广告是什么？谢谢林伦马斯的追踪。广告是什么？今年没有广告。广告。乔治，你呢？希望美玲跟不是好朋友。我跟你讲，我跟他好朋友也不会跟他分享，好吗？哦，原来好，我看到了，谢谢。好好好笑好好笑，好，我不会跟其他人分享好好笑，你的眼睛也被 AKB 污染了。对啊，都是我修的比较好看吧，我自己修的比较好看吧。很喜欢，这是阿丽拍的，是不是很好看？就是这些照片都是阿丽拍的，很好看，我喜欢这些照片。公车后是灯箱，没有广告，今年没有广告，为什么？是哦，今年没有，今年大家都没有是吗？因为大家都用过嘛，那就是今年只有我有是可以吗？哎，好像真的没有哎，为什么？是不行吗？还是什么？知ってますか？わかんない。桜井さん誰それ？我们好什么意思？好什么耶？什么意思？超好看的。上礼拜上班都已经看四个班，连续听到的声音四小时，啊，好厉害哦！这么厉害哦！今年比较少人有的样子。是哦，今年有谁啊？没有人吗？大家都没有吗？可能今年单曲真的太贵了。原来就是頑張ってみるは期待しないで，我不会期待，但是这是我的愿望，先告诉大家。我后来直接播入嘛，跟未来的国师 MVP 平换一下，哈哈哈，好好笑，有我，因为有我们。好好笑，给班上的学生看其他成员唱吉他，哎，好像有听过，哎，哎，好像知道，我有看过广告，就是 IG 有发到，就是他们要演唱会的广告。但其实新一区挺大的，也有偏什么地方的地方哦。可以呀、啊，可以呀、啊。
我都可以，我都可以，看你们，看你们，有就好，有就好。但希望有人的地方。我想发文。在动物园的大雁，不要动物园，动物园，动物园，不要，不想跑去动物园，很远呢，不要。可能是被动物喜欢我，就是被动物喜欢上我。アニオタみんな知ってるかもしれない。来週ゼップニュータイペイでライブやるよ。なんかね、広告で見ました。広告で流れてきました。インスタの。动物园离我家好近，真假的？你是不是住在动物园是吗？不然北投好了，远一点比较便宜啊。北投不要北投，没有人看。北投的话想要士林，因为士林的话我有士林夜市，比较多人看。就是希望有多人看的地方，可能是信义区、中山区、西门，还有什么东区之类的。东区之类的，其他都不要。其他的地方都是没有人啊，很少人。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地方？还有很多人的地方，看一下。是最贵是哪里啊？新一区是不是最贵？看一下，捷运的表。看来是什么？中山啊，台北车站，台北车站。然后新庄不要，不要新庄，我会难过。那就是公车比较好。对，如果要新北的话，就是要公车比较好。中山，台北车站，忠孝新生、忠孝复兴、忠孝敦化、国会纪念馆、市政府，然后台北101，然后。西门町，这样，对，在绿岛，不要，新庄人哭了，新庄真的不要，我没有要去看了。中山新生公演可以顺便去看，对啊，中山新生好像不错，或是东体的旁边之类的。淡水线就是想要新一啊，新一就是台北101，或是尖潭，因为尖潭捷运站就是士林捷运站，很多人会看的地方，对，而且最近观光客很多。但是我希望，那我最想要的是台北101，然后第二个是中山，第三个是西门町。对，台北车站是不是最贵？那就是。没关系，对，那其他就随便。台北101那脏人很多吗？不好吗？台北101不好吗？不是很多人吗？可是就是新义，就是有种高级的感觉，没有吗？欲張りのアイドル，ごめんなさい，欲張りです。欲張りのアイドル，但是美玲，你知道吃都要。两个月前准备，现在来不及了啊！真的吗？来不及吗？那没关系，就是来不及也没关系，就是想要，对，来不及也没关系啊，就是想要啊。所以可能过了已经6月28号，
就是差不多7月28号出现也没关系。我想要灯箱，我想要灯箱，灯箱。晚上开始喉咙痛。山西乱舞也是什么什么什么的作品，帮你补充知识，谢谢 Alex， 好久不见，现在好久不见的感觉。我想要灯箱，我那天会起西门那种电话，交友的脚踏车后面有你的广告。哈，我的广告，我的广告是什么东西？我有广告吗？哪一个啊？聞こえない、ひどい，みんな聞いてくれないの？结果最后是你是在吃平常会，我不在啊，我不在，但是好像不做，可能我的日本的朋友会跑去拍，对，可能会跑去拍。どのケアも慎重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本当やばいよね、どど。ちょっとこっち側に移動しようと。おいよ。我要听齐大大的。公车いいですか？公车也可以啊。在时代观察观察，买个电视广告好像有1天200美金的，你看如何？什么东西？时代观察是在哪里？哪里？在哪？没关系，看你们就是都可以。いいね、TV のメンバーじゃなくなったら平泳ぎにしよう。いや、6月28号我还是 TP 的成员吧。平和駅。ところで、おいしてるが僕の中での流行語大賞です。え、本当に？マジで？使ってますか？おいしてる。おいしてる。我看过最厉害的電車应该就是 Mina 的。Mina 是什么？有约 time 哦，真假的，好像可以耶，但是谁帮我拍照？有粉丝在美国吗？有吗？好像不做耶，但我很想要自己去看。在金字塔比较好，金字塔。
Nina 的真的很厉害， Nina 的真像是影片那样的。是哦，真假的，好厉害哦，我想看耶，有吗？他有没有拍？没有都没有，我们超级啊，都要我，那我都要都要。真人面像的，换成连换成美玲，哈，一定很丑。他有拍吗？不知道，我看不到。我鼻子，鼻づまりやばい。最近カラオケ行ってた？そう、カラオケ行きました最近。そうで、カラオケで歌いすぎて喉が死んじゃったんですよ、まず。今日何時までですか？あと30分ぐらい、あと25分ぐらいかな。そんぐらい開いたら終わります。じゃあ俺帰るね。どこに帰るの？你要回家？在新一区市政府站，在前面播。是哦，好厉害哦！我也要，好好笑。哎呦哎，是这个吗？是这个吗？这是影片吗？好像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是单箱。哦，那是什么？不知道。那你要帮忙。帮忙什么？帮忙什么？还有另外一个是哦。未来的なカラオケのお箱、タッチかな、タッチお箱です。タッチお箱。呼吸を止めて1秒。これお箱です。あとは、何歌うんだろうな。その時にハマってる曲歌ったりとか、意外とアイドルの歌も歌ったりするし。この前小春と行った時は、AKB とフルーツジッパーの曲とかも歌いました。あとラブライブの歌とか、うん、かな。君と夏の終わり、将来の夢、これも一緒に歌った。小春と一緒にね、そう動画撮ったの。でもさ、カラオケの動画って確かさ、インスタとかで載っけちゃダメだもんね。でしょ。こんでほら、カラオケ。小春の歌声。一緒にやったの。動画撮った。著作権の問題多分じゃない？著作権問題で多分さ、ダメでしょ、わかんないけど、まあ、ライブ配信はいいかな。聽得出来是我的声音吗？大家有聽得出来吗？也听得出来小春的声音吗？え、誰のこの声？
我的声音ですね。这是小春的声音。唱错。我前阵子跟パリピ朋友都唱的，非常チケット YSP， 你会唱哦，好厉害耶！那个 YSP， やりすてやりすてやりすてボーイでしょ。就是我国中的时候有在听レベゼン大哥，我喜欢レベゼン大哥。高中的时候，そうこんな感じで、あとねこれボロボロの、これ十年桜。めちゃ楽しそうでしょ。兄。可以唱出来そうで一緒に歌いましたっていうね、そうカラオケしたんです。カラオケ行きましたっていうことです。没想到粉丝知道レペゼンだくえ。じゃあレペゼンの曲で好きなやつあるかな。おかわりとかね。懐かしいな。中学校の時に流行ってたんですよ。マジ鼻声やばい。レベゼンの歌はちょっとライブ配信流せない。あ、これ福岡事変、福岡事変。ちなみに小春ちゃん七点半也要開播了。真的吗？これ台湾の、あ、そう台湾のカラオケです。西門にねあるんですよ。めちゃめちゃ日本っぽいカラオケで、最新曲もあるカラオケ屋さんがあるんですよ。2人とかで行ったら3時間で450元とかだったからめっちゃ安いです。相手が小春なら日本の歌を心置きなく歌えるやん。そう、この前ねエヴァとも行ったんですよ。そうで、めちゃまたカラオケ行きたくなったから小春と一緒に行ってみたいな。所以等一下要跟你拜拜了，ひどい，很过分。大家会不会觉得福冈治安悪？福冈治安悪いから。へえ、知らんかったって。そう、行ってみてください。まあでもね、なんだろう、そうカラオケ個室だから、友達とかとだったらとか、一人カラオケも全然できると思います。歌いたいな、ストレス発散したいな。でも一人で行ったらちょっと高いんですよ。そう、二人で行くと安い。福岡治安パワーミレイがいる。だからね、そうだよ、だからこんなのが。でも私ね、最近ね、あのハマってる曲これ。虽然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这首歌，但最近很喜欢这首モーニング娘。のチキブン知ってる？これこれ知ってる？我想这首歌的歌词，很喜欢这首歌。チキブ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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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我最近有开始听，又是开始听八年前的歌。这首歌的歌词真的很棒，谢谢 Andy 的文手力，ありがとう。モームス結構前の歌だよね。そう、この歌最近久々に聴いてめっちゃ歌詞良いわーって思ってハマって聴いてます。なんか元気が出る、元気が出るからこれでいつも毎朝聴いて、よし今日も頑張ろうって。一方で都会はあの女一人ぼっちロンリーナイミレの中身30代。でもこれ8年前の歌だよ。私が五小六年级的时候的歌。对，我小时候听这首。今天开到几点？还有15分钟我就关掉了。15分钟。すげーバブリー感。嘘、バブリー？そうかな。8年前だよ。没理由正式要讲。好，讲。那你，在这里不能说的吗？那我先去跑步了。啊，好厉害！你真的每天都去跑步吗？很棒。古いって言われた。好きです。あ、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谢谢。じゃあ遠山美玲ちゃんの歌でも聞こう久々に。私も好き。我哪有那么多不可以说的事，是吗？有可能是关于我，有可能有就是我不好的事情。周末不跑一个礼拜五天，啊，好厉害哦！但很厉害啊，一个礼拜五天都有去跑步，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你是已经很久吗？就是每天跑步到现在已经很久吗？多久？谢谢送我红玫瑰。你能有什么好的事可以说？就是没有啊，就是可能手，就是只能不好的事情可以说。
今日の服やばい。なんでやばいの？何がやばいの？普通の T シャツなのに。なになに？要说陈月的坏话，我会去 D 卡。不要在 D 卡写陈月的坏话。可愛いでしょこの T シャツ。お腹がね、こう開いてるんです、ここ。いやー、新感。倒是那是耳环吗？我以为是特效，这是耳环，很大吧？太大吧？是不是很大？我就知道很大，对，它就是大的耳环。那是金色的玫瑰，金色玫瑰。黒いやつか今日はって。見せタイプ。あ、そう、これ見せるやつね。これ、すごい簡単だ。对。これ何？すごい簡単だね。スリル。不会念。カルビン、カク、カキレ、不会念。不会念。CK、对、CK。CK 的ね、意思、我会给大家看。以后不会念不可以穿，我真的不会念呐、啊，我不会念英文。Calvin Klein 是吗 ？Calvin Klein 是吗？美玲这个美玲应该有其他玫瑰耳环，有啊，但是很少。对，有是有，还有两三个。CK 人，我的超人，什么东西？可爱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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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下楼，拜拜。雅哥太快了吧？是不是很快？没关系，我十分钟就关播了。拜拜。CK 好看，对，我很喜欢 CK 的衣服内衣跟 Calvin Klein， Calvin Klein， 对， Calvin Klein。最近なんか流行ってるよね、Calvin Klein の。そう、これさ見せていいやつだから脱いでも OK OK ってことです。こう脱いでも見せて OK ってこと。但是我怕就是被公司骂。あ、久々に聞いた。いいよって遠慮しておきます。脱ぎません。これ有名ですよね、ダンスでみんなこれ着てるから。そう、みんなね着てますよね。可愛くないですか？絶対脱ぐな、遠慮しないでください。おおおおおお、メコンシーファンツーブスティーズペイマージョーラジョシーガンラヨカナメペイティンチュエン、怎么办？不要、我不要ティンチュエン。ガンガン睡着了。那你是不是晚上睡不着？停卷不行，但停力 OK， 什么意思？没有被停卷过吗？没有啊，我这么乖。因为做噩梦，前几天梦到你跟美玲一起毕业。是啊，这是噩梦吗？不好吗？停卷没关系，很习惯了。但是我不会吧？因为我做的事情，可能是我做了不好的事情，但我觉得是
我相信粉丝会原谅我，因为感觉我什么都会做啊，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感觉，因为我又不是很清纯的，不是很清纯派爱豆，我不是清纯派爱豆，对，我是坏坏偶像，我是坏坏偶像，对吧？美玲不是毕业就要跟我结婚吗？不要，我最近没有很想要结婚的心。之前有吗？我不知道。然后刚刚说的很讨厌的那个人单身头，好好笑。有可能会真正梦想真正怎么办？まあ契約違反しなくても活動中止されるやけ。そうなんですよ。对呀、啊，是真的。彼氏とかは大丈夫ですけど、妊娠だけはやめてね。だって、安全だから大丈夫。我是安全的女生。吧。吧。多分違うこと言ってるよ。怖いやんで。つなんちーすいえぷなんともばん。とや。メリスウォーボー。だんだんすぐも才对。不是。不会。不会や。不要结婚、结婚完就会离婚。然后打官司、单身比较好。但我最近啊，是推しの子吗？是错的，絶対推しの子じゃん。怀孕是推しの子是吗？就是我昨天去阿里家，真的很温柔，我很喜欢阿里的家，因为有很多家人，然后有很多小朋友，好可爱的，他们的小朋友超可爱。他的表弟表妹都眼睛大大，很可爱。对，然后阿丽的阿姨舅妈什么都很温柔，对，很喜欢住他家，就是有一种很温柔的感觉。想生小孩了吗？美玲怎么咳嗽了？我感冒了。最近偶像休息超过九个月，我都觉得是去生小孩，笑死！因为是那个推推しの子是吗？好啦，拜拜。你推しの子やめろ。何よ？有一个还在听吗？谁呀？有没有相信我？住一次体验看看，什么意思？你们在讲什么？我不相信要住一次才知道，什么东西？那大家，我现在要发 IG 的照片，所以呢，大家谁要当第一名，就是按赞第一个按赞，谁要第一个按赞？就是我现在就要发，大家准备打开 IG， 然后我要发，就是我要发文，然后大家要赶快按赞，等我一下哦。我要发文。嘿嘿嘿嘿嘿嘿，爸爸爸爸嘞耶耶，等我一下哦，我在打，
桃园的什么 outlet， 我上次去那个桃园的 outlet， Gloria outlet 是吗？ Gloria outlet， 好，大家啊，我手机没电了啊，考虑下如果我儿子很酸就不按了。好，我要发咯，3、2、1，啊，谁是第一名呢？谁是第一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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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少美女很可爱。谁是第一名呢？看一下，谁？看不到。有了，第一名是Tomo， 那大家太晚了，你们太晚，我有跟你们说的，你们太晚是我吗？不是 ，Tedo 你是第四名，很晚呢。啊，祝阿丽家体验家人这部分啊啊好。インスタで見れとアーリー共演マジで好き。あ、嘘、本当に？え、ハゼさんアーリー推しなの？アーリーのこともしてんの？じゃなくて普通に私とアーリーの組み合わせが好きってことですか？シェシェトモダリウーニスディーミンリハイ。推してる子は結婚や子供産んでも普通にアイドルやってるから全然いいと思う。そう、それはね、めっちゃ思いますよ。アイドルはさ、仕事だもんね、一応。ね。さあ、すぐ神奇。刚刚美玲说好，那我现在去阿丽家咯，拜拜，去吧。就是阿丽接受你的话。あの写真はカラコン？啊，そう、カラコン入れてるの可愛くない？是不是很可爱？我最喜欢的隐形眼镜。有发现吗？真的吗？有发现吗？関係性が好き。嘘、ありがとう。まあアリ、まあでも全然アリとね最近似てないなって思いますね。系統が違いすぎて。So, 这是我最近喜欢的隐形眼镜，很好看吗？很像猫咪的隐形眼。我有木木接受，我就开心了。没有木木，应该没有要接受你。哎，我上次去他家的时候，木木不在。我发现，因为我很变态，放大来看，好厉害哦，很厉害耶！但那个隐形眼镜真的很可爱，就是呢，它的隐形眼镜很像猫咪，对，很像猫咪。之后会跟阿丽，之后会发跟阿丽的照片，大家可以期待。那天阿丽帮我拍很多照片，嘿嘿。哈哈哈哈，好好笑。嗨，我要关直播了吗？要吗？カラコンの箱見せて。いいよ。あ、でも捨てちゃった。我已经丢掉了。我有两个喜欢的隐形眼镜。我最近就是我找到自己最喜欢的隐形眼。就是呢，一个是这个 Levia 那个 Lola 的卡拉贡，但是呢，这个是就是什么去城市有没有卖？就是这个颜色没有卖，只有这个颜色没有卖，真的很生气。就是我很久之前有卖，所以我就是在。就是只有这个颜色现在没有卖了，就是他说已经什么听，就是听那个卖嘛，然后但是呢，在 Donki 有卖，
我最近找到，我一直很想买这个隐形眼镜，然后我找很久，我找跑去了很多巨城市，然后呢，结果没有。对，但是后来就是去 Donki 的时候有 Donki 有卖这个。ローラさんの、そう、これね一番好きなカラコンなんですよ。でもめっちゃ前に買ってなくなっちゃって、でまた買おうとしたらもうなくて。我以为会跟小丁や三上さんで、私ね、カラコンはね、なんかハーフみたいな顔になるのが好きだから、就是我不会用放大的、就是我是有可以换颜色的。然后另一个是我喜欢这个，这个是灰色，灰色的。灰色的，你看，很白吧？这个也是很好看。我有发照片吗？我有带啊，有哎、欸，是这个。哎、欸，这个的时候有带，就是黄色的隐形眼镜。虽然你们是男生，所以不太会用，但是就是我喜欢的隐形眼镜。これの色はね。ね、プライベート1番かな。そう、プライベート01番。これめちゃくちゃお気に入りです。はい。プライベート01番。で、これはね、これはまあ知らん。これはデコラティブアイズ。知らん。けどまあこれも好き。はい。はい、ぜひ、買わ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ど。買ってみてください。ドンキのカラコン勢ぞろいだよね。そう。でも普段ねカラコンつけないんですよ私。でも最近なんかあカラコンつけた方が写真漏れするなっていうのに気づいて、本当にこうお出かけする時とかちょっとした時はつけないけど、ちゃんと写真とか撮りたいなって思ってる時はカラコンつけるようにしてます。でもね、この本当にね、ローラのね、カラコンめっちゃ可愛いんだよ。ちょっとね、みんなにね、見てほしいんだけど、何だったらわかるかな。あ、これこれこれ。なんかこんな感じの色。こんな感じの色なの。可愛くない？猫みたいじゃない？ほら、猫みたいなカラコンなんです、これ。可愛いでしょ？お気に入りです。猫って、そう、猫みたいじゃない？可愛くない？猫みたいで可愛くないですか？可愛くないですか？我戴看看、如果像オカマ的话、不可以笑我。一定会很好笑。这个隐形眼镜一定是只有我适合。好好笑。就是、它是真的是会变成一种ハーフ的感觉。对。不是自然的、完全不自然的隐形眼镜。所以可能、一定很好笑。你什么时候给我看？什么时候给我看？你们喜欢哪一张？今天发的照片，你们喜欢哪一张？好看吗？好看吗？好看，谢谢。为了台湾去代言人，我会加油。从没看对粉丝这么过分的偶像。哪有，我对粉丝很温柔啊。いや、みれいに CM 出演のオファー来ちゃうよ。だって、因为我的隐形眼就是太好看嘛。就是我戴这个隐形眼镜太好看，可以哦，可以哦，我要当哦。不喜欢，不喜欢。不喜欢，不喜欢。マジェットおすすめです。一押しのカラコンを宣伝します。見てみる。マジェット。マジェット。
と待って調べてみよう。マジェットカラコン、あ、三上優愛ね、三上優愛さんね。でもね、三上優愛さんはね、あれなんですよ、日本にしか売ってないと思うんだよね。台湾に売られてないんだよな。しかもめっちゃ自然じゃん、三上優愛のカラコン。自然だね、超自然。私自然なカラコンあんまつけないからな。三上優愛さん引退しちゃったもんね。引退しますもんね。かわいい、かわいい。これ我再看看，如果像我干妈的话，我念过了。从没看，哎，好像我今天可以开两小时，还有二十分钟，好像可以，好像可以。確かにまだ日本のドンキにしか売ってない。そうなんだ。そう、あのね、ゆうこさん、ゆうこさんのねカラコンもつけてみたいなって思うんですけど、でも私ね、あんまりねでかいカラコン似合わなくて、なんかもう自分の目が好きだから。でも本当にさっきのこのあのローラのやつのこの変な色、この変な色見て、変な色じゃない、めっちゃすぐすぐ很奇怪的颜色、すごい最喜欢这个。これが好きですね。我想问美玲，可以跟我交往吗？嗯，不要。可以不要吗？可以不要吗？変な色は変な人にぴったりです。そう、変な人にしか似合わないんですよ。私はスタタタタタのアイドル。もう一回聞こう、アイドル。食べたい。食う。やばい、めっちゃお腹減った、めっちゃお腹減った。そう、だんだんとファンジ戴隐形眼镜了、除非要打球一整天。隐形眼镜很麻烦，就是我不喜欢一直戴隐形眼镜，因为会眼睛很干，嘿嘿嘿，会很干。
私は欲張り、エロいやつのアイドル。どういうこと、どういうこと、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電車に不舒不舒服要去休息。15分钟、徘徊15分钟我就休息了。歌詞がいいですよ、この歌ね。最強の究極なアイドル、これ見当たらない、一番星を宿してる、弱いとこなんて見せちゃダメダメ、知りたくないとこは見せずに、唯一無二じゃなくちゃ、いやい、それこそ本物の愛、得意の笑顔で犯すメディア、隠しきるこの秘密だけは、愛してるって嘘で積むキャリア、これこそ私なりの愛だ、流れる汗も綺麗なアクア、ルビーを隠したこのマリア、え、私はマリア、そう嘘はとびきりの愛だ、誰かに愛されたことも誰かのこと愛したこともない、そんな私の嘘がいつか本当になること、信じていつかきっと全部手に入れる、私はそう欲張りなアイドル。高すぎ喉痛いから高すぎて全然歌えない。本当ないってめっちゃ重い、重たいよーん、変態じゃん俺、欲張り性欲、何言ってんのこの人、デキンです、デキンバイバイ、何言ってんのこれ、絶対これ写真撮ってストーリー載っけますよ、可以发现动吗、发现动吗、いつかきっと、不要发现都发 D card 俺はもう二度と来ないと思います。我记得美玲坚不怎么听 YOASOBI 的歌，出手应该是最爱了。没有啊，我喜欢那个怪物，我喜欢怪物，我会听怪物啊，我喜欢这首，我会听这首啊。してるだけの作りもんさ、日が触れそうだ、クラクラするほどのいい匂いが、ツンと刺した鼻の奥、目を覚ます本能のまま、今日は誰の番だ、この世界で何ができるのか、僕には何ができるのか、ただその真っ黒な目から涙こぼれ落ちないように、願う未来に何度でもずっと食らいつく、この街自体だらけの世界の中、君には、歌えないよこれ、この歌好き。スパークル、聞いたことあるかな、この歌めっちゃ好きなんですよ。素晴らしき世界は今日のあんた、街に渦巻く悪い話、知らない知らないふりして目をそらした、正気の沙汰じゃないな、消えない味が染み付いてる裏側の世界。亀山美玲、亀山美玲さん、こんにちは。今日も答えのない世界の中で、ああ願ってるんだよ、不器用
そうが体揺らし叫ぶんだよ今こそ動き出せあー弱い自分を何度でもずっと食らい尽くすこの間違いだらけの世界の中君に笑ってほしいかもう誰も吹かないよ強く強くなりたいのよ僕が僕でいられるように每天三十说六，所以我手今天六张对吧？不行，六十张，六十张可以吗？僕の中の僕を超える。この歌いいよね。これも好き。いつものように過ぎる日々にあくび立てる。さんざめく。ゴルゴへ今日も渋谷の街に朝が来るどこか虚しいようなそんな気持ちつまらないなでもそれでいいそんなもんさこれでいい60少ない？じゃあ六百张可以吗？六百张就有第二部了感じたままに描く自分で選んだその色って眠い空気まとう朝に訪れた青い世界好きなものを好きだというあ、歌えない鼻声やばい鼻詰まりやばい鼻子一直比赛不好讲话怎么办比赛不好讲话そう、600枚みんな頑張れ。加油、大家要六百张。六百张、最後的我所会了。最後我所会了。なんだっけ、スパンコールみたいな。忘れちゃった。なんだっけ。スパンコールだ。スパークリングかないですけどスパークルかスパークルスパークリングってワインあー找不到あよえあー我听过这首歌よ谢谢张恩吗的声音可以送我四个爱的熊猫吗？可以送我四个爱的熊猫吗？因为可以拿到特效，所以可以送我四个爱的熊猫吗？然后还有五个香槟，四个香槟。格闘機ですか？格闘機って何？この歌好きだよねって。あ、我手机又没电了。骗人！一定有。快点！快点充电！但我不喜欢听很难过的歌。
好好笑，因为我刚刚发的 IG 就是写说是别人的相机，然后 tag 阿里说谢谢你，我的那个 tag 阿里的谢谢你的意思就是谢谢帮我拍的意思，然后阿里就说没有要送给你哦，超好笑，好好笑。好像这个谢谢你感觉是我就是阿里送给我相机的感觉。没有唱那些歌，最近在 Spotify 发现不错的歌，诶 Mr. Green Light， Mr. Green Light 誰 Mr. Green Light 不是 Mr. Green Light 不是 Mrs. Green Apple 吗？不是 Mrs. Green Apple 吗？好像不是。愛情と矛先你喜欢クズ歌？没有，果然还是听 YSP， 明明就没有。但是我不喜欢会很难过的那种很安静的歌，我就很喜欢很嗨的歌。美女，我跟你说，好きです。ガチなんで。ありがとうね。谢谢你，我也喜欢你。是一个团体的歌，好像很久了。有没有我在 Spotify 写，但找不到。Mr. Green Light。すべてが全部嘘になっちゃって。もう俺死んでもいいや。バイバイ。バイバイ。要去開會先、バイバイ。好、我也要關直播了、差不多。我要關直播了、我肚子超餓的。ああ耳鳴りやばい、頭痛い、めっちゃ緊張するわ。ミレイはクズ好きとかはよーはよーって、クズじゃないもん。超絶芸人だ。全然ご安心ぽくいてんかかん。好啊谢谢你，谢谢。許してあげよう、全てが全部嫌になっちゃって。好，我要念排名的。今天收到很多礼物，很开心。从第十名开始，第十名是正安，谢谢。第九名是 Tomo， 谢谢 Tomo。第八名是江明，谢谢江明。第七名是 Harrison，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第六名是 Andy， 谢谢 Andy。第五名是 Harrison， ありがとう。第四名是吉米粥，谢谢吉米粥。
第三名是山七堂，谢谢你。第二名是勇哥，谢谢勇哥。第一名是阿比，谢谢，谢谢你们今天陪我聊天，然后谢谢送我很多礼物耶、yeah ，谢谢です。ではまた金曜の公演で、金曜日会いましょう。公演頑張ります。じゃあね、みんなバイバイ。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大家记得帮我分享我的 IG 的照片影片，然后记得帮我留言按赞分享。拜拜，下周见。拜拜，拜拜金，谢谢你们，おやすみなさい。おやすみレイ。拜拜バイバイ。臭い匂いで来ないでね。お風呂入ってね。